都其实不错的。我是因为出自于好心，想要帮助大家。那因为刚好政府有物资的活动，那我希望可以透过我自己粉丝的声量，一起来共同募款。但我做了不被允许的事情，对不起。因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很想朝航空业发展，那爸爸小时候也是都常常带我去机场看飞机，所以我才会使用这样子姓名的名称。你知道这个部分是有会有违法的行为吗？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的，只知道说就是好意要帮忙而已，并不知道有牵涉到法律责任。我儿子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当，而且绝对不被允许的一些这个行为，造成了对台湾关爱基金会以及新宇航空公司以及这一次泰鲁阁的一些关怀关注的朋友，还有本身是那个泰鲁阁这次重大事故的受害者因为我儿子这个行为造成他，而且也造成各界的一个伤害，我们一家大小非常非常的对不起。